Yeah， 今天是我的生日，6月7号。那我们今天终于要出门一下，虽然外面疫情非常严重，但是我的中国手机结果给我坏掉了，所以我要把这只手机拿去送修。那你就买意大利面啊，你要买酒是不是？好喝咖啡。The one you already tried。你想要买牛奶，你想要买鲜奶油，加咖啡，买呀。Up to you。你想要买米果，你要买 Harry Potter。结账时间。所以是软体的问题。OK， 那我们回到家，那小米手机也被莫名其妙的修好，他们就说重新安装软体，就是重灌，因为原本是黑屏根本开不了机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重灌，反正他们就重灌就 OK 了。飞起来！那我要买镜头。好，镜头买过了，不用，已经达到，已经有，我已经抽了两根了，那两根就是镜头，那还有一个愿望，身体健康，度过疫情，结束。